日前，金湖镇的巷道发生一起机车互撞的意外。一名陈姓民众骑乘一部普通的重机车，是由山外的土营前面的巷道要往中心路方向骑，刚好有一部一名许姓女性民众骑乘普通的重机车，是要沿着中正路往金湖分局的方向骑，刚好两车在路口发生擦撞。29日13时20分，陈姓民众骑上一部普通重机车，由金湖镇土地银行前巷道往中心路方向行驶，是有一部由许姓民众骑乘普通重机车沿中正路往金湖分局方向直行，进而于路口发生擦撞。警方据报赶抵现场，迅速排除事故及疏导交通。该事故造成双方驾驶人手脚擦伤送医，经对双方驾驶实施酒测，初步排除酒后驾车行为，有关肇事责任警方目前尚在查证中。警方呼吁驾驶人行经没有号志的路口要停听看，还要减速车速，在停车左右观察是否有来车，需要依照路权的优先顺序让车。